康熙宝胎啊。这东西怎么卖？小的5块，大的10块。这些画都能做是吧？上面没有就可以啊。上面没有的也可以啊。把袋里面你两头要封闭住，里面不进空气的话，可以保存到1到2年左右，保质期18个月啊。一般的蜂蜜的保质期24个月了，我说的比较少。这时候再吃，就刚才那个。对。再做小的吗？小的有没有？没有咬成大的。那个应该下一个你的可以干一咬。是那些行。你让他给你做蜂蜜，你得什么时候的？干咬成老鼠。你要不是要那个麦冬吗？啊？这也麦冬。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山羊啊，老鼠啊。要一个小的麦冬。出去玩玩是吧？啊？可以吃，可以保存啊。给我拿一个10块钱的给我做个龙。